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我们采访了谁呢？是我们山东人在台湾的吉爷爷。吉爷爷可不可以跟我们网友挥挥手？大家好哈。那是我们知道哈，我们山东人在台湾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这个基金会，就是我们吉星福将军张正芳女士他们所成立的。那我们想知道，当初在那么多300,000大军来台湾的时候，吉爷爷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您大概是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山东的什么地方？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是从哪里过来的？我是这个山东长宁县东张屯，我们从东张屯呢，一路上那个时候。从这个东张屯一直是到了青岛，到了京北司令部，到了江苏省政府，到了舟山群岛，从舟山群岛撤退到台湾来了。所以我们之前哈是从山东哈潍坊这边，刚刚爷爷讲的就是说从这个是从东昌村哈，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路线哈，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从这边撤退到台湾，就是从这边沿着这边，然后也用步行哦。爷爷是不是用那个？那个时候也没有车，铁路也不通了，只有走路呢。我们有出来的时候和我舅舅，还有我一个我舅舅，还有那个天空上还有三个人，我们就是我二大爷，是，几个人有五六个人吧，一起。沿路都到这个青岛去了。哇，所以走到青岛去，我们知道哈，爷爷之前是在在那个灼山铁路，对不对？还是太保庄的铁路？我们上青岛，我们不能上灼山走了，一直上藏岭这个方向走了，一直是走过去了就。是，那所以说我们后来从青岛来到台湾以后，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吉星福爷爷之前在那个大陆的部分，他是在台湾才有那个将军的官阶，还是在大陆他本来就是有职位的？他那时候在青岛，我们到青岛时候，我二爷爷吉星福就是连前二十一兵监副总监。哇，少将了，那个是少将，所以我们很多资料，大家看到哦的资料很多是错误的，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吉爷爷帮我们吉星福将军他的那个事迹再稍微跟大家正确的介绍一下。我们爷爷以前在大陆的时候，他就是少将的军阶，是，然后带着我们山东老兵，大家就是离乡背井，为了一个理想目标来到台湾。那我们现在到了台湾以后，我想知道哈，我们吉星福爷爷好像他之前就是都是有就是。那个吉爷爷，我们之前看到就是说那些所谓故宫那些东西，您有看过吗？我没有看过，他只是在一个，也是在我一个同乡那边放的差不多的，那个好像阿宾国那个旅行那个行箱是个烂烂的，好几箱呢，我看着是，好几箱都送到故宫去了，他有收据吗？给了故宫，给了国家嘛，那这个东西是，那所以并不是说好像说这些都是国民党的东西嘛，那怎么是国民党的东西嘛，那是我们老家带来的，对不对？他从二十一兵监副总监在青岛的时候，到了江苏省去，他南京下关打马路啊，是这个连前总部运输区，南京运输区，忘了这个叫什么。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有些史事甚至都没有记录哈，那个资料大部分都是错误。尤其那个张正芳奶奶，我想了解一下，她是在台湾才开始教钢琴，变成那个教授吗？是这样吗？不是的，她在。在青岛的时候，他在这个聊城路啊，他那一个什么中学的，他们家里就是这个
教育世家，是，所以那个我知道说我们奶奶好像是她就是钢琴的硕士嘛，就是他们本身就是教育世家，所以并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史诗上面看的那些那个拜官爷影啊，他们写的就是不一样，说什么来台湾才变成教授，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爷爷小时候就是跟那个我们吉星福那个将军就是都是从小就认识的，就是大家的那种时代背景就是完全跟现在史事不相同，尤其说好像我们那个奶奶跟爷爷后来在中美断交的时候，奶奶也是世界百大名人哦，是由奶奶在代表台湾，因为好像爷爷那时候跟雷根夫妇很好，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不止一期来台湾的，我们那个时候出去都不容易了，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们是国大代表，是出来见起都可以出来，我们那时候台湾官司就不让出去了，是也捞不到出去了，是所以他们就到了这个美国去，是我们这个就没办法再跟爷爷一起过去了，捞不到去了就 是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爷爷后来到美国去，就是代表台湾到美国去以后，所以才会有后面那一段的。他是国大代表，是台湾来台湾的，来台湾的时候是国大代表来台湾的，我们昌邑县的国大代表。哇，是在昌邑的，就是国大代表，而不是说来台湾才变国大代表。昌邑县的国大代表。是，是。那我们吉爷有没有跟我们一些就是山东的家族，因为现在都是流离颠沛那么久，大家都四分五散了，有没有想说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说有可能大家怎么样的联络方式呢？这个联络现在又不同，对，那就是老家的，您大概记得说。他们有讲说吉星福将军那个是一个小介绍，你们小时候看到他的那个房子是不是就是一个小的四合院？不是呢，我们家里那个房子是就是好像一个是雕梁画栋，我们家里叫大屋，这好漂亮呢，现在这个房子还在，不是我们随便讲讲的，不是四合院的，是是前面那个房子是个院门，好大，类似那种很大的像庙宇那种大的拱门，对不对？所以才叫雕龙华凤。那所以一般记载上面所讲的说四合院，甚至说现在只剩一个小套房，这个应该就不是这个呢，完全不是这样嘛，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原先就是在做教育的，所以这些他所谓的小的套房根本就不可能改变成学校，因为后来现在共产党的用他家里那个房子，用大屋子那个房子叫这个当学校了。所以我们吉星福将军的那个老家现在还可以变成学校，就可见那个房子是它的建围有多大，而且它的它的那种坚固性，绝对不是所谓的就是市场上所讲的那种，对不对？他如果当学校了，那个时候和我们他那个房子已经和我们年纪差不多，九十多岁了呢。所以那个房子目前也是90多岁，所以我们爷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吉爷爷讲生日快乐，因为爷爷现在90岁了。谢谢，活这么多年。是，那我们很今天真的是很幸运哈，能够听到爷爷跟我们介绍这一段往事。那您讲说那时候好像来台湾时候，在那个阳明山部分也是有在那边扎营过，是不是？您是在台湾有经过哪些地方？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在台湾就是当兵来台湾。我们这个一路上跑，从青岛这个第11岁区到了江苏省政府，跑到江苏去，从江苏又跑到舟山去，到舟山全岛一直的坐船就是才来台湾的，到了
高雄乡村，住在高雄女子中学里，只有跑到哪里去啊？横村呢？哇！跑到横村去，在横村这不是又到了第十一哪里中部防守区司令部太中干村营房。就在那到一会儿当兵下来了，就这个。是，那所以说那时候像这么长的时间，根本就没办法跟爷爷，就是能够碰得到他。那怎么还有机会说爷爷怎么会请你跟他就是聚在一起拍照？是什么样的机缘？他那时候那个总统选总统啊，选总统他是国大代表才能投票啊。是。他来台湾，我们就知道了。是。我们。家里的人都很都，我们来台湾，我们一个东藏团有差不多四好几个人呢，都知道啊，国大代表来选总统了，我们就找着我们爷爷了，我们在这里和他一样的，都是他的晚辈嘛，对，比他高的有一个几个亮老爷爷。还有个吉伟兰老爷爷还在吗？不在了。吉伟兰爷爷不在了，所以那时候来了大概有十几个，其中有吉伟兰，还有谁呢？还有吉伟兰，还有几十辈的几十村呐、几十生啊、几十人呐、几十村呐，这么多呢。四字辈的四字辈的集市部分的话就很多人了、那就是那为什么这个亭字辈的就是亭字辈，你是更小的晚辈，可是我最大了，我是晚辈中的最大，四字辈的或这个亭，我这个亭字辈的最年纪大的就是这个，是他们都是四字辈的，是、所以爷爷就特别就说我们两个就是最亲了，你来我帮你特别帮你跟我照个相，其他晚辈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他还抽空就带您去照相、对不对？我回来，因为他来台湾学过他代表，那个时候我们去看他，他就说我们两个关系不同，我来给你照一个相。我们村里姓吉的就只有给我照了个相。哇，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我为什么特别访问我们吉爷爷了，因为吉爷爷真的是跟我们吉星福将军是最亲，而且他能够把他大概的生平事迹大概都还能够了解一些。我们可以就是借由这个部分让一些晚辈就是了解说我们家族那以前做过的哪些事情，然后大家如果说要追溯的方面有对和错都可以有依据，而不是说是由别人就是变成拜官野史，我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事实是什么样。那我们爷爷有没有想要跟年轻人讲我们山东人在台湾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最值得骄傲的地方？这个我也不会讲这个。那我知道我们山东人在市农工商各方面甚至说律师方面，这样当初300,000大兵来台湾都是非常年轻，大概十几岁的小孩子哦，然后为了一个理想，然后抛弃家人就是大家都那个受尽了思乡之苦，但是结论是在这边住的时间也超过以前在家乡的时间，所以为什么大家还是讲说在台湾还超过在家的才做了十几岁，现在来台湾已经70年了。是，所以我们讲说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家呢？对不对？连爷爷都已经就整个人都愣住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他的家乡虽然十几年，但是在这边落地生根大家都超过60-70年，所以谁说哪里才是你的家？两边都是我们的家。那大家看时间也知道，当初蒋经国总统带大家来都是由这些年轻的孩子就是平收，就是拿着一些小小的矛那个铁锤，然后就十大建设把台湾发展起来。现在最希望的话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过一个共同美好的生活哈。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为我们这些老兵，为我们这些长辈们就是
有机会的话还是要支持他们，然后就是用我们最感恩的心情来感谢他们。那我们今天很谢谢吉爷爷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您，谢谢大家，谢谢。